农村再生站。真不简单吼，咱这几年啊，婚姻关的农村再生吼，以及这社区营造，其实我们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杰出，在专台湾的这评比来对，我们都是名列前茅的对了哈。那这回啊，经过这个，这是水保局哈啊，他们甄选出来的哈，有三十位，全台湾有三十位杰出的这个农村再生的这个经营者来对，咱婚姻关的讲降六个就对了哈啊，所以讲这是咱婚姻关的这个公营嘛，是咱真重要的一个资源哈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这六位获奖的这个农村再生的这个执行者哈。啊，伫遮间表示敬意哈，哎呀，当时啦，因这个礼拜吼，啊，特别伫水保局的率领之下，要去日本吼，要去观摩哈，那我们也祝福他们一路顺风啊，旅途愉快。